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要想起舞，想想来舞。我操！猜猜我们到哪里啦？加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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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华国。华国。华国。啊？我加蹦了，我去你家。霸气的川菜，嘿嘿嘿嘿嘿。因为我脸都大，必须搞什么？汤汤水水，太烫了，真没法坚持了。第二轮汤汤水水，太烫了，爽吗？爽。就是没着，就是没着。你晾会儿再喝，早晚有一天得得食道癌。我天，吃这么烫的东西，这不惯的吗？往里面。怕你们抢不？不抢了，我不是福建人了。你跟这福建人说，别喝汤汤水。山东人连水都不喝，你看。山东人说我就大米饭。那我吃那个炸酱面喝汤。今天是我们来法国的第二天。今天晚餐是这个是什么嘞？这个是姐姐那种哦，牛蛙。这个是酸菜鱼，这个是中国菜花儿。哦，山东人也要来点，山东人也要搞点汤汤水水，但是是甜的。嗯，山东人最喜欢吃这个。真的有点辣，我看你的嘴巴，我的嘴巴是肿了。我嘴上本来就肿，我真的，真有点辣。这个，这个，我都觉得有点辣。他的嘴也肿了。嗯，你放那一下。肿了，肿了，肿了。I'm not, did you believe?